大家晚上好，谢谢，谢谢礼物。那我就开始说了，因为我刚刚结束了 mini life， 然后嘞就借用剧场的这些个照明设备，然后给大家来一场。在画质上就是高质量的直播，然后时间可能不会特别久，因为就是剧场的工作人员们也等着下班，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是因为我下了节目之后，就一直没有给大家直播嘛，然后就。没有，能听到吗？然后。好了吗？不卡了，就一直没有。谢谢送的礼物，就一直没有给大家直播嘛，所以就先给大家来一个短暂直播。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特别不擅长直播嘛，所以不直播太久也不露怯，就是。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也有一些想跟大家讲的、想交代的话，对，然后就放松就好。对，我今天眼妆画了，据说是在我还在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大家太热情了。然后。对，眼妆是，据说在厂里的时候开始流行的这个，横拉的下眼线，就是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好像就是最近很流行这样画，然后我就，对，我就画了这个眼线。谢谢，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果然还是口袋四八的人对我热情。哇，这是我在外面感受不到的，好开心呐！谢谢谢谢。然后我主要是有几件事想跟大家说。对。大家应该很关注我之后会做什么，我之后呢，我就说我自己方面吧，就不管就是公司对我有什么规划，然后可能对我很可能没什么规划，但是先不管对我有没有规划这件事，我之后呢，vlog 会就是好好拍，然后也会介绍一些我自己的爱用品，然后对，哎，大家知道吗？我为了之后就是，哎，大家夸得我都害羞了，就是我为了剪 vlog，就是。做更专业的 vlog，然后我买了一个现在最专业的 iPad，哎，就是那个11.10几寸的那个，就是差点花到5位数的那个，因为我买了保险嘛，然后差点花到了5位数，对，Pro。下了血本，就是我在厂中攒的钱，
因为我每次一发工资，我就会给妈妈打钱，我自己是不留钱的。然后好不容易在厂这5个月就没什么买东西的机会，攒的钱，我感觉一下子掏空了，我真的，救护车。哎，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买了这个东西，然后至今我还没有打开它，因为我的那个保护它的那个壳没有到，我怕我一拿出来，就把它摔坏了，所以我就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把它打开，然后今天好像快递已经到了，就那个保护的壳，然后，哎，你们不要笑我了，对，就保护那个壳到了，我今天准备把它开箱。然后把我的保护壳套上，然后研究一下这个到底和我的 iPad 2有什么不一样。对，我之前的 iPad 还是二代呢。然后呢？然后，这个是 vlog 的事情，对。然后我最近买了 iPad，然后我还买了好多好多的口红，还有化妆品。然后我如果用到觉得好用的，就是也会给大家分享的，以 vlog 的形式传 B 站。其实我就是回来之后真的放松了很多了，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放松很多了，就没有在里面压力那么大了，所以肯定会慢慢的胖回来的，肯定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就是压力大就会瘦的人，然后在这个回到现在回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特别是有你们温暖我之后，有你们。care 我之后，对，no one care about me。OK，那个就是回来之后，就是有大家每天能看大家留言啊啥的，我肯定心情越来越好，然后蹭蹭蹭的长肉，就大家也就胖了的话，也别骂我，你想骂也行，反正我也不会听，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对，对，说怎么突然说到这儿？然后我身体也一直挺好的，然后除了就是比之前瘦了一点点之外呢，没啥不一样。然后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我的脖子还有我的腰，确实是需要那个多多注意吧。我在那边其实非常注意保护我的脖子和腰，然后我就每天晚上都会冲那个热水袋，然后垫到脖子那，因为要一直保暖嘛。所以我每天晚上我没有一天晚上就是不给自己敷热水袋，就算我只能睡2个小时，我也花10分钟把那个热水袋预热，然后那个。就是敷自己的热水袋，就是用热水袋敷自己的脖子。对，谢谢大家送的礼物。然后呢？对嘛，就是对了，你知道我在厂里明白了3件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明白了3件事。不知道，想知道吗？那我就，但我觉得你们猜不到，还是不要。你们猜得到吗？感觉猜不到，感觉没有要猜的心，应该猜不到的，因为你们不在那个环境下，所以猜不到。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就是说，
就是说我明白了三件事。一，人可以不用吃饭；二，人可以不用睡觉；三，人可以不玩手机。哎，对，就是我们在长夜累的时候，真的连续三天可能只睡两个小时，然后呢，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舞台的事情、练舞的事情，然后所以也没有时间吃饭，就没有胃口，所以可能也就是吃一点点红薯或者玉米这种粗粮，然后就是能快速放进嘴里的东西。但是大家都还活着，而且没有人出特别大的问题，所以就是人一旦精神特别集中的时候，其实都会忘了吃饭和睡觉这件事。然后就是人不用玩手机，我是在里面真的发现发呆就可以消耗掉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我累了，然后我就坐在这里发呆，然后我就听我的 MP3， 就是我可能下一场表演的歌，然后我就能听完整个午休的时间，就觉得也没觉得无聊。嗯，就其实你们可以试一试，没有手机的日子，就把手机寄给你的远房亲戚之类的。就也不用随便寄给别人，就寄给你的远房亲戚，让他们一个月后，就是我就不说五个月了，就是一个月后再寄给你，然后你们体验一下这个生活。有人说寄给远房女朋友，就我觉得你知道秀恩爱，你知道，就加快你们的进程。好，说哪里了？然后呢？还有什么事情？对，因为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因为在厂里每天上声乐和舞蹈课嘛。然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唱歌和跳舞都有提高。对，因为我们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就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集中在上课，上舞蹈课，然后学各个的舞种啥的。就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舞蹈进步最迅速的一段时期。真的吗？有很多进步吗？谢谢谢谢，谁知道是真夸还是假夸。但确实我自己有感觉的有进步。怎么忽然有这种可以动的弹幕了？你们是充钱了吗？然后对，是真的觉得有进步，特别是这次，像昨天有云握手会嘛，然后好多人都跟我说他是妈妈入坑的，然后好多人一上来就说我是新粉，我是青春有你入坑的新粉，你妈妈好帅。然后我说我妈妈，你见过我妈妈吗？有点冷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说他是妈妈入坑的，那个舞台入坑的。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也挺开心的，因为那个风格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然后对大家就是有这么好的反馈，
我也很开心，因为毕竟呢，我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我的，我有一个 idol， yeah， Money Pass， 对对对， Money Pass， 哎，所以也很开心呢，可以就是可以跳。就是可以跳那个妈妈这个舞台，对对对，我感觉有一种你知道次元壁破了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实的变成这样。就有点开心。我不能说的特别直白，你们可以就是私下里面去了解一下，对对对，哎，对对对，我染头发了，而且我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都会保持较浅的一个发色，然后等我想染的颜色都染完了呢，可能再会染回黑色吧，就芒种也挺好的呀。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舞台，所以大家都还蛮拼的。而且我不是一开始就有瘦十斤这么多。是先瘦了个大概5-6斤，然后再可能后面就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然后就一点点慢慢就变得更瘦，但是一次让我掉了5-6斤秤的舞台就是芒种，虽然我那个时候脖子伤了所以脸肿了，但是对是真实掉了5-6斤，主要是因为苏珊珊太不让我省心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主要是因为那个大家就是都很认真对待这个舞台，然后珊珊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挺努力的吧，虽然镜头上没有就是好像没有给她特别表达这件事情，但是呢，对我一直在给她做监督。我真怕他拉胯，但是他在舞台上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其实，对 ，so， 好，不多说，还有什么呢？啊，对，包括声乐课，其实为什么今天？我开了这个 mini live 呢，其实阿阳也说了，就经过在长宁这段时间呢，好像大家对声唱好有点那意思了，有那味儿了的那个感觉，所以如果搁在以前，我就肯定不会答应办什么 mini live， 我觉得是自己给自己罪受，就是感觉会出洋相。然后呢，然后就是，但我忽然就感觉，如果我没有这开始，我永远就是就好像有个坎儿似的。然后所以，阿阳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办 mini live？ 我说 OK， 我要上，但是准备的时间这次太短了，斯巴的日子。怎么回事，我人这个觉还没有睡完， mini live 这个一刷微博 mini live 时间都给我公布出去了，我有点无语，就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以为就是能好好准备准备的，结果就哎，还是太仓促了，而且那个，我这次就有和朋友就是，一写一首歌，主要是他写的，
然后他美其名曰是送我的生日礼物，但是真的大部分全部都是他搞的，而且录音也是他的朋友帮我录的。然后虽然我这里真的要正式感谢一下，就虽然说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做惯了的事情，就可能信手拈来就很容易，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的感觉。所以就是很感谢周子倩和菲林小姐姐。菲林小姐姐是他们原来有一个组合的她的队友，然后也是非常优秀，自己也在发歌，然后我天啊，那唱功有点厉害，有点望尘莫及的感觉，就是大家有经历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后续我们也会一起吃吃饭啊啥的，毕竟我也没有，我也没给钱，虽然人家帮我录了好久，然后对，然后我只能用我的微博的薪水给，就是你知道，哎，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后续会一起吃饭啊，就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吧。我想，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之前还挺内向的，在这个节目之前，这个节目真的让我变开朗了很多，然后也很愿意去交朋友，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进步的地方吧。哎，对对对，会约饭的，是太正经了吗？维持关系。对，这次回来，他们也都说我开朗了很多。我们之前聚餐，734，然后还就在这边的这几个人嘛，然后姐姐也说，就感觉你好像更爱表达了一点，但还有点正经。对，他说你可以再放开一点。对你，他说你跟我们都这么正经的话，就你跟外边人会觉得你有点太端着了，就是有点不敢接近你。然后我说，那你也不能逼我呀。哎，对，因为我也知道我有点正经，那你也不能逼我呀，是吧？要做自己，虽然说这句话不是这样用的啊，就是我觉得，对吧？我觉得要慢慢慢慢来吧，就我已经有点那个放开一点了。对，你说我跟他相处了7年，我也就对他那样，这才5个月。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希望他可以给我更多关注，可以稍微，知道不要那么着急。他自己的生活确实比较有滋有味哈，偶尔关注一下一个无聊的妹妹也是可以的吧，没有那么忙吧，大明星。怎么说到这儿去？我看还有什么要说的。然后，对，然后之后呢，我也会上声音课舞蹈课，然后我也会尽量争取拍戏的机会，就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有拍戏的机会的话，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因为这里要说一点正经的话了，但我不知道说好还是不说好，让我想一想。我就适当的说一些吧，就说就是真的有点正经，但毕竟这就是我性格，我就是以正经的形式来说，可能换做别人的话，可能也不会想说这些，但我就是想到了，我就这段时间一直在想，
所以说不说呢？我还是说吧，就是说，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五个月，然后最终呢，在35晋级20的时候，哎，被淘汰了。虽然我知道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结果已定，而且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对，最终呢，我的这场旅途就是以全球35强，全球23名作为一个收尾。其实，怎么说呢？其实说这个名次是好是不好，其实有点不高不低的感觉。你要说我是不是达到了预期，那我可以很恬不知耻的说。其实没有，对，其实没有。虽然我嘴上一直说我看得很开，就是大家尽力就好，努力就好。然后怎么说，就是问心无愧就好。但其实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对，虽然我已经感觉到了，在就是晋级的那一天感觉到了，顺利发表的那天感觉到我应该是就会止步于此的，但是就是我们不是那个赛制是先宣布所有晋级的选手，然后再宣布那个淘汰的选手，再慢慢往上说，然后直到那个卡20位那一波嘛。但因为我是23名，其实我就是最后一波被宣布的。我在那个宣布之前，我竟然有那么一丝丝想过，就稍稍想过，哎，如果我是那个20名就好了，就还是想要有那个往下走的心吧，就是说，就是稍微有一点没有。但是你们不要跟我道歉，也不要去责怪任何的人，因为导致一个结果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肯定不只是谁某一个人的错或者某一方的错，肯定是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我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不是我是否晋级的问题，就是我在淘汰了之后，然后大家回来，就我回来，大家就是真的对我很温暖，然后都在安慰我，就是Taco没关系的，你回来还有我们，然后。就是回来最重要是养好身体，什么工作都不要做，先在家狂吃个半个月，然后一动不准动，然后养身体，去看病，去按摩，去玩，去那个，就是大家都很温暖，就是都没有人怪我，就是没有人怪我。虽然我止步于35强，但是大家就是都没有人说我就都没有过多的去责怪我，可能会为我惋惜，就可能会就是说可能有点遗憾吧，虽然
就是被淘汰了，但是在我们心里还是很棒的。但是我纠结的不是这个，我纠结的是，我其实想知道，就大家对我的心理预期是什么？哎，就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知道我自己的斤两，我也知道就是有太多比我实力强的选手，他们活该晋级，活该排在我前面。但是我其实在这里止步，我不是一点儿惋惜都没有的，就是我想知道大家对我的心理预期是什么。就是如果今天在这里的是其他的成员，就是就比方说是萌姐，是 K 姐，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有更多的感到更多的惋惜？就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们都尽力了，就是方方面面都有做到问心无愧，但是我们不能去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对我的期望到底到哪一步。哎呦，就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放弃过去争取去努力，就即使在节目里面我已经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但是我还是自己默默的在努力。虽然嘴上可能金牛座嘛，自尊心就是太强了，对，就不会说什么过多的遗憾的话，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真的默默在较劲，然后压力其实也挺大的，然后哎，就是我现在脑子有点乱，然后我之后会把我想说的整理成文字，然后发到房间或者发到微博，还没有想好。就是说我在节目里面不是问了杨天真老师那个问题吗？然后我问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敢跟 staff 提要求，然后 staff 跟我不是就是杨天真老师跟我讲，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目标不一样，就是可能你选择去跟你沟通的那个人并不认为你可以做到你想要去完成的那个目标，所以才导致可能啊有一点随意，有一点敷衍，然后也导致了我一直有点逃避性人格，就是不是逃避性人格，逃避性人格是根儿上的东西，就是有点回避去跟大家沟通，去跟大家提要求这件事情，去跟大家交换想法这件事情，就所以大家都感觉我很佛，但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明确，就包括其实我在那个可爱又迷人他里面也说过这个问题，但可能没有给我剪，就那个时候差点给我聊哭了，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他就问我为什么那么佛，难道你没有目标吗？我说我有目标。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呢？
就可能会有自尊心的原因，然后也可能是觉得是对自己的能力还不够自信，然后也就是经过杨天真老师的课之后，可能也有这种在沟通上得不到良好反馈的原因，也有，就导致我好像不愿意去跟大家说我自己的目标，不愿意去拼尽全力争取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怕我争取不到特别丢人，就会让很多人失望，也会让自己更加的没有信心，更加的站不起来。虽然我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无所谓很佛的一个人，然后好像很柔弱的样子，但其实我内心是很坚强的，我特别坚定我想要什么，只是我一直以来都羞于去说它表达它。然后这个比赛，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结果，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要有执念，就是要去更勇敢去表达去争取吧，就是说我们这次都尽力了，就是导致这个结果也并不是也并没有什么不甘心吧，但是只能说我们可能这个执念还不够，但是不是针对这一次，这一次只是我旅途中的一个小小的，也不是小小吧，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只是我众多众多落脚点的其中一个，但是我们以后可能还会一起去面对更多的问题，现在我们淘汰了，就是我淘汰了，我还可以有这么一个塞纳河这么一个港湾，还可以在这儿开心的开 mini life， 对，但是我以后虽然很残酷，但我以后总要去面对在一个没有就是没有回来的地方的情况下去面对更多的事情，跟你们一起，我要说的是我们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了吗？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对，就是说也许大家对我的温柔是可能并没有对我抱如此高的期望，但是今后呢，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就是大家对我可以更有期望一些吧。对，但是不是希望大家我以后哪次失败了，然后大家一顿给我刻薄，然后骂我，然后说什么？我希望大家保持这个温暖，保持这个温柔与善良。啊，哎，有点怪这样讲话，就是，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想要的东西更加努力的去争取吧，毕竟信念，坚定的信念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像我在里面练舞，
我3天没怎么睡觉，也没怎么吃东西，我真觉得人要倒下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妈妈，那时候妈妈马上要直拍，那时候妈妈只有3天准备时间，我真的没怎么睡觉，没怎么吃饭，然后，而且直拍是在录过很多次之后，最后才有直拍，就是说，难道我因为累了，我就可以跳不好吗？人真的是要有信念的，就是真的要逼一逼自己，才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这是我悟出来的一些很浅薄的道理，但是还是很想分享给大家。这就是现在的我的心情。对，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节目让我觉得努力拼命还是挺爽的。对，因为之后就是做完成这件事之后的这个松一口气的感觉，这个满足感，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还挺值的。对，有一点吧，可能有一点这个感觉。话不能说的特别热血，因为我不是一个火热的人，我是一个把火都藏在内心的人。可能我今天特别热血，忽然大家觉得，哎，你今天我怎么了？哎，怎么了？对，那种感觉。然后你平时不是温温的那种嘛？但其实我不是着不了火，我是着火也往心里着的那种。对，感觉我今天说了挺多话的，主要是我列了一个草稿，我就是。而且时间比较紧，我想赶紧都给大家讲了。好好好，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因为剧场好多人都还没下班，然后这个灯也是借用我们这个云握手的这个灯。然后明天也是一大早就要出发过来准备那个叫什么？明天是什么活动？明天是什么活动？也是合签嘛，反正是我和杨的一个，好像有吃的还有什么的，就有吃的一起聊天儿。对，我今天看他买了好多饮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好想顺两瓶走，明天吧，明天结束了之后有剩我就顺走。对，也是明天也是中午，所以我们一早就要起来准备，所以我就不说太多了。对，然后大家也早点休息，快10点了，然后我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也不敢搞得太晚，然后我也回去自己配衣服啊什么的，虽然我5个月没有买衣服了，我的已经没有衣服可以穿，大家从我今年 mini life 就可以感受到我的贫穷。然后，但是我今天对直播也有赚钱，所以还好。然后还要说什么呢？你们还有什么要知道的吗？应该说的差不多了。哎，对，我就是有点实在，而且我特别愿意说实话。而且别人逼我说什么话，如果不是我想说，我都说不出口的那种人。他们都说我在节目里面太 real 了，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啥的。他们私下跟我讲，但没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说假话。我喜欢谁就喜欢谁，我想说什么就是我想表达的事情，然后让我表达我不想表达的吧。那个撒谎的痕迹有点明显，就是我也不勉强，就是这样的。好，你们这个差不多了吧？你礼物都送完了吧？我要下播了，我说了挺久的了。
哎，直播真的很，对我来说真的很挑战。之后还有机会，这应该不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但是现在，对，我今天可能要到此为止。好，还有1分钟到50，我们50准时下播。好，这1分钟是大家的礼物时间。我刚喝了一杯，满满一杯咖啡，我喝完了，完蛋，怎么回事？而且我这还是 double 的，加了 double 的，哦，都给，啊，跟那啥，都谢了 ，Never night。哎，这1分钟有点慢。哎，到了1分钟，好了好了，我们倒计时了。拜拜拜拜拜拜，快跟我说拜拜，快跟我说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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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倒计时了，3、2、1。